你也没听见啊？晒太阳呢。你晒什么太阳？你晒太阳？暖和吗？烦死了，还没来。谁没来？都过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来？什么？没来？哦。你姨妈？哦、什么？哦哦哦。没来，就没来呗。没来就没来吧。对呀、啊，来的干啥呀？去买个试纸给我测测。哎呀，不用测啊，就是没来，就可能就怀孕了呗。不能吧？我感觉那儿你推几天了，往后？好几天了。不行，再等两天。哎呀，不等了，你快去给我买。哎呀，我希望他不来。那万一有了咋整？万一有了就咱就生呗。生啥生啊？天天喝酒抽烟的还生？哎呀，那跟咱没关系。孕都不备还生？哎呀，你好吃人家也没备孕，生个小姑娘多。哎，你就去比些不好的，能不能比点好的？我咋说呀？难以启齿都。有什么难以启齿的？不很正常吗？人家都给媳妇儿买卫生巾啥的，不习惯是不是？不行，多买几次就习惯了。快去，走。哎呀，不去买。好，你咱俩一起去吧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哎，你好。是吗？买个东西。啥？不太好意思说，就是那个东西。男性的吗？对，对，功能障碍的，不是，就是那个，哎呀，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媳妇儿让我买的。啊，你说就行。就是那个避孕棒。避孕棒。啊。就是要检测怀孕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是避孕棒，那个是仙女棒是吧？就是这种检早孕棒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它。啊，这个可以吗？多少钱这个？这个会员价是8.6块。八块六，行，这个就是直接试就行呗。就是直接试，不是治，就是直接试就行，是吧？啊、对，直接试。就是两条杠就是怀孕了，然后一条杠就是没怀。对。是吧？其实是个意思。对。好，行，拿一个。哎呀，我这脸都吐红了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买这个东西。没事儿。哎呀。不用不好意思。好，回来了，买回来了。我看这样的，买的对吗？对。会买吗？哎呀，这买个这谁也不会买吗？没不好意思啊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我到那地方来，给我拿个避孕棒。你才说好，给你拿一个就完事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对。嗯、这得买个避孕测孕棒，还买不明白吗？他说就是测试一下，然后就等个1到5分钟，然后就看就平放两条杠，就是怀孕了，一条杠就是没怀。不会真有了吧？那有了更好啊！我现在我就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就是希望两条杠。你去测测吧。嗯，去测测。嗯，他说这个是好的，他测的肯定挺准的。嗯，出去。好，天灵灵地灵灵，给个小孩行不行？男孩女孩都可以，双胞胎更完美。还没好吗？等多长时间了？还一会儿一会儿的，急死俺了都。好了。好了。有没有？你猜几号杆？我才两条杠呗，3-4条杠呢？不可能，他一共就两，就最多就两条，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。紊乱了都。来，我看看来。怀了怎么办？啊？怀了怎么办？怀了那就生了呗，就生呗。那怀了那就天衣无缝了都。你准备好当爹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啊！天天小酒不断，烟也开始抽了，你还准备好了？你准备啥好了？哎呀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真的，我看看。不生，打他去。我看看。你看，这一条杠，怎么能是一条杠呢？啊？怎么能是一条杠呢？我哪知道？你就那么信任你自己啊？去测试的时候我还念咒语了呢，我的咒语都不好使了，都。别激动了，别激动几场。行，那我继续努力。哎呀。
我还想给我爸我妈告诉这个好消息呢，看样白高兴一场。等回头你去检查检查身体吧，我觉得你身体不大行啊。我感觉不能玩。真的，你看你头发秃到啥样了，自己心里还没数呢。那头发秃给身体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这就是信号啊，身体虚的信号。哎呀，不是，俺是秃头小宝贝，跟他没关系。我喜欢这种发型。等哪天上医院检查检查吧，哈，别嘴硬。行，听你的。哎，让人欢喜，让人忧。